开电影啊，该上材料了啊。上材料的时候记得把这个打下来，对吧？材料上好之后，就说你卷料上完之后，就把这个压下来。压下来之后，就从材料从这里拉到往这里过啊，就是说进材料之前一定要先把这个这两个，是吧？材料进去之后，把这个压下来，完全出了这边再压下来啊。出完之后，这边就可以试那个正转反转的啊，手动正转，反转。然后调好之后打回自动镜，这自动这边呢，你就是说它感应的时间，它可以就是说感应的间隔可以快可以慢，是吧？就是说你把这个扭上去一点，它间隔时间就越长，它就会停个三秒四秒之后它才动，是吧？如果你就是说把它调快一点，把它扭到这最下面，它就是瞬间它就会启动。瞬间启动，就是说这个时间是根据你们冲床的速度来定的，大概就这样。然后调整平之后，就这四个是调那个整材料的整面的平面度了啊、哦。这四个是就是说一般扭的话是两个一起扭的，这两个是一组，啊，这下面呢这三条滚是那个整平滚，这两根是那个进料滚，就是说带动力的。带动力的，就要拉这边，大概就这些了。那龙门架呢？龙门架嘛，就是说你材料线从这里过，碰到龙门架，打自动的时候，碰到龙门架，就是说你材料碰到龙门架，它就会停材料，然后你冲压那边再冲之后，它就会提起来嘛，提起来它就又开始送，碰到它停，提起来它就送。可以了吧？